抓好，你要不然你就下来啥好找个啥工具擦，不要扔，这不要占位。哎呦，你这闹这样害怕的真是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大型的玩具很多都是小朋友自己玩，然后这种无动力的亲子类的主要它体现的是父母和孩子一块玩。像我们都是90后的父母，家里边一个两个孩子，你下了班回了家陪着孩子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就没有了，但是我们这个东西的话刚好可以弥补和孩子的沟通。疫情来了，很多地方不管是学校啊娱乐场所都会暂停或者封闭，我们这些亲子的互动的很多客户去上完了之后，首先他不是特别占用资金，投资小，然后呢刚好也比较贴合现在的市场需求。起来说，宝宝跟你说不。